Momentum Motors 是一家拥有十年历史的二手车买卖专营公司，其公司于2008年注册，2010年在碧兰东区设立专属的展示厅。该公司的展示厅占地为7000平方尺，可停放60辆轿车，让顾客前来参观与选购。其销售的产品多以日本品牌二手车为主。Momentum Motors 每年平均可达到1500万令吉的营业额，其有关数目仍持续增长中。该公司的营业范围遍布西马半岛各地，不仅仅在南马、中马首都的城市地区，远至北马、东海岸的吉兰丹与登嘉楼也有庞大的顾客群。Momentum Motors 专为寻找二手车的顾客提供一站式的服务，从为顾客挑选心仪的车款，公司也注重顾客的安全与满意度。有别于其余车行，在交易前后，车子将进行两次的验车服务，以确保顾客能购买优质、安全及合法的二手车。该车行也为顾客的二手车购买保险及缴交路税。基于该公司是 CIMB 银行全马十大最佳合作伙伴之一，因此顾客向银行贷款的成功率极高，更能享有 CIMB 提供的独家贷款利息优惠。除此之外， Momentum Motors 也以最理想的价格收购顾客的二手车，并加以复兴、包装及转售。目前该公司共有20名内勤员工及6名销售人员。作为一家具有规模的二手车专营公司，旗下员工都能专业地负责各自的工作环节，且分工细腻精专。该公司秉持严谨的服务态度，以客为尊，为顾客挑选最具品质与价值的二手车，提供顾客高效率买卖手续的服务，确保顾客在最短的时间内取车。销售经验丰富，立志成为值得信赖的二手车专营公司。Momentum Motors 在2017年5月份举行了第一次的6000令吉现金派送幸运抽奖活动。这项每月抽奖活动是专为介绍人而设，只要介绍朋友前来购买二手车，一旦成功交易就有机会赢取现金奖。由于反应热烈，该公司更透露计划在明年为这项抽奖活动加码，鼓励更多顾客介绍他人购买二手车，也借机回馈顾客的长期支持。